那种那种，这个叫什么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，慢慢来没有关系。哎，现在比较成熟一点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各位好奇哦，老板，你的豆花很丑，跟外面买的豆花不一样，做法不同。知道没？我这个是要做豆腐的豆花，跟你们外面吃豆花的做法是不同的。来，再讲一个人自己做过豆花。你会发现我跟你做豆花的手法不同，差在哪里？你讲你做豆花，你不要讲我，就讲你做豆花的过程。